不能。看，哎，大家好，你看我弄点这西红柿，这也是西红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豆角，我还弄着豆角，这是茄子，这是我从山上带下来的。啊，这是辣椒，这全是西红柿。哎呀，这西红柿今天我熬成西红柿酱，都压坏了。辣椒，我先做饭吧。嗨，大家好，豆角是假这么做的。豆角，嗯。哎呀，行，我先做饭吧，做大米饭。你做饭，我压开。啊，好嘞。我们回来晚，我们刚回来，上山上，说做的米饭，我说蒸馒头，老李说吃米饭，熬豆角。吃饭，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忙了一天。老李刚取完快递回来，我们上山了。吃饭啦？对对，吃饭，开饭。我一说吃饭，开饭了。给妞妞给块肉啊。来，盐也给你啊，给妞妞，哎，啊，哎呀，今天熬了满满的一大盆菜。出行回来第一个晚餐，挺好。啊，嗯，热。我给他了，你也给他盐哈。还是自个家的豆角好吃啊！当然了，这个豆角是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了。嗯，还行。嗯，甜的正好。嗯。掉了，掉了米饭，掉地上，掉那了。那你要手底下，你揣着那个米饭，嗯，哪有米的多？我们那次出行很顺利，一般我们这儿都是立秋的前七八天，这几天是最热的。我们就把这几天躲过去，出去到草原上转了一圈。结果回来呢，回来到家，今天空气特别凉爽。嗯，所以说感觉也不错，挺好。嗯，今天我们上山。嗯，很凉快。刮了个风，我说老李，这不是秋风吗？嗯，特别凉爽的秋风。嗯，妞妞。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计划按计划。对，自己家豆角种的就是好吃，真香。
我吃完饭，我吃完饭以后就得熬青竹酱，我摘回来那么多西红柿，烂的那么多，我今天给它都给它做了。我把西红柿，把西红柿酱做出来，这西红柿不做就坏了。应该先把皮烫了，先烫皮。哎呀，先烫皮。西红柿，帮它削掉，这得多少这个？行了，熬成这样就行了。这我把这些，哎呀，这是西红柿，西红柿酱，我熬好了以后，拿这个瓶子装好。搁锅这里煮了一下，这就完成了。哎呦，大家好，烫了，蒸透了，不是蒸透，透了，蒸透了，蒸了一会儿，大概蒸一下就行。我这是西红柿罐头，看到吗？我把那个，我把西红，这是西红柿酱。哎呀妈，这么烫！我把西红柿，煮完以后，拿着瓶子，装上，我又给它搁锅里煮了一下，煮了一下，它就不容易坏了。这个是，黄瓜，我压的那个黄瓜，腌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。那个塑料罐儿，就是那个塑料罐儿，我腌了一塑料罐儿了，剩下的这个呢，我就给它装到瓶子里了，就是酱黄瓜，把它压好了以后，这么腌上酱油、醋、糖、蒜、辣椒，
装好了，这个放在瓶子也不容易坏。你看它蒜和辣椒都有。哎，今天我们出去玩去了，玩回来我就着重把这些活给干了。这段时间从今天开始啊，前两天我们八号回来的，今天十号了吧，老李？嗯。啊，我八号回来的，今天十号了，这会儿我今没有什么事儿了，该做的事我都做完了，就开始着重的做视频了，这两天没做视频，为什么没做视频？忙，这活那活都堆在一起了，就没有时间做视频，到晚上洗个澡就睡着了，困。还是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就是体力已经跟不上。今天事儿没有了，开始做视频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